金融服务项目内容：一、贷款咨询、理财规划服务；二、金融审批服务；三、还款查询及提醒服务；四、贷款担保连带责任服务；五、贷后服务，这个包括变更还款卡、借阅申请资料、变更车辆信息等；六、期末产权证的存档与领取服务；七、贷款展期服务；八、老客户免月供政策申请服务；九、贷款结清、车辆评估服务。刚才就问到你这个金融服务费，我们能提供票据，你就是能退还是不能退？我一直在说，这个是要根据国家现在目前最终的一个答复，政府最终的答复。嗯，啊，如果政府现在明确说我们现在属于违法，啊，我们这个可以。